我而家就去緊喊一個十一歲嘅小朋友，佢叫朱博。佢爸爸媽媽喺佢未出世之前已經離咗婚。佢而家兩母子只係租住喺一個好細嘅劏房裏面嘅一個廳。雖然現實係咁多限制，但係朱博仍然有一個夢想，佢希望將來做一個音樂家。既然大家都咁中意音樂，我好希望去鼓勵一下佢。我哋出發。我覺得朱博好冷靜，咁細個好似好懂事嘅一個小朋友。呢個小提琴唔係你噶，終生借俾佢。佢而家個小提琴佢都係要借翻嚟，佢要拉嘅時間，你或者佢用嘅小提琴嘅時候，佢就好珍惜。有啲專業嗰啲應該有個托噶嘛。如果你要走嘅話咧，就有排條毛巾喺上面。你在他面上面冇睇到一少少嘅一啲佢生活嘅環境裏邊帶俾佢一啲苦難，唔錯啫。不過咧，仲好多要去改進嘅地方噶嘛。你係可以繼續可以拉得更加好，努力，加油，係噶啦喎，勾咗手指尾噶啦，冇得反悔噶啦喎。哥哥嚟教我，你要变得更强，就要行出第一步。大家好，我系朱博。之前个富城哥哥嚟教咗我一啲表演嘅技巧，我而家想多谢佢，所以就拉咗佢嘅歌强。希望你哋。希望我富城哥哥会中意，亦都希望你哋会中意。好中意啊！呢个咧系我少少嘅心意啦，系鼓励你唔好放弃，一直去追寻你嘅梦。希望你可以继续追落去，唔单止喺呢度表演，之后仲可以喺文化中心里面表演，再之后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地方表演，大家。再一次掌声，朱博，多谢大家。我希望所有全香港的小朋友，大家都很勇敢、很坚强，去追寻你的梦想，永不放弃。4月14号，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